界变化不停，人造川流不息，相聚总是短暂，最后都逃不过分离。坚持你的信仰，追逐你的梦想，一切都会慢慢变好，相信未来可期。我今天去了西都古镇，然后现在才回到民宿，你们卸个妆，我想横屏要好看一点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来一个沉浸式卸妆，因为现在真的很安静。Thank you.